全能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他的能力显为至高，他的威严传遍全地，他奇妙的作为彰显在整个浩瀚的宇宙，让人赞叹不已。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每一样的创造都向人类显示出神的美善和能力。 上帝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然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创造出第一个人。上帝把生命的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性的活人。这个人名叫亚当。上帝取出亚当的一根肋骨，用它造了另外一个人，作为亚当的妻子和同伴。这就是第一个女人，名叫夏娃。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自己的一些属性给人，好让人能够享受与他亲密美好的关系。上帝为人预备了一个美丽的园子，叫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就在那里幸福地和上帝生活在一起。那时，世界上没有痛苦和死亡。上帝对人说，在伊甸园里，其他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除了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你要是吃了，就一定会死。但是有一天，魔鬼引诱夏娃去吃那不该吃的果子，夏娃不仅自己吃了，还给她的丈夫吃了。亚当和夏娃这样做，因此他们就犯了罪，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人和上帝亲密的关系就破裂了。上帝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里赶了出去，他们因为不顺服就有了这个下场，而且死亡也临到了他们。 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也都因此经历着痛苦和死亡，但是上帝很怜悯人类，他继续深深地爱着他们。上帝为人预备了一条路，好让人能够重新回到他那里，和他恢复亲密美好的关系，和他一起生活。上帝在圣经里已经把他救赎人类的计划告诉了人们。 那就是上帝不按着人该受的刑罚处罚人，而是让自己的独生子替人受刑罚。圣经中记载，上帝向古时候住在中东的一个人显明了他救赎人类计划的一部分。这个人叫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敬畏上帝。 上帝答应要祝福他，赐给他一个儿子，让他的后代将来要像海边的沙子和天空的星星一样，数也数不清。上帝要通过他的后代来拯救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因此上帝就算他是一个异人，也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 有一天，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看他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服从上帝的命令。上帝叫亚伯拉罕把他心爱的独生儿子当作祭物献给上帝。亚伯拉罕知道上帝会透过这个儿子赐给他许多后代，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这个应许，就决定顺服上帝。于是他打算杀了自己的儿子，好当作祭物献给上帝。 但是上帝说：“亚伯拉罕，不要伤害你的儿子。现在我知道你的确敬畏我，愿意顺服我。”上帝在附近预备了一只公山羊，这只羊的脚被小树丛卡住了。亚伯拉罕就过去抓住羊，用它代替自己的儿子献给了上帝。 上帝预备这只羊来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死在祭坛上，这就像亚伯拉罕显明了上帝对人的爱，上帝爱人，就像父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上帝通过这件事，向人显明他拯救人类的计划，那就是上帝要自己预备一只替罪羊来替我们的罪死。上帝也向古代的很多先知显明。 他要派自己的独生子来替亚当的后代死，好除掉我们的罪恶。上帝付出最昂贵的代价来拯救人类。
谁愿意相信上帝的独生子是为他的罪而死，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他就能和上帝恢复亲密的关系。先知也称上帝的儿子为弥赛亚，意思就是被上帝高抹的救主。上帝派弥赛亚来救人，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在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以前的一千多年当中，很多先知谈到了他将要做的事和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先知大卫王说，上帝将要宣告弥赛亚是他的儿子。其他的先知也用上帝的儿子这个词来说明弥赛亚和上帝的亲密关系。他们也谈到弥赛亚要做人的救主和王。先知以赛亚预言说，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和我们同在的意思。先知也在圣经里写明，弥赛亚将要出生在以色列的伯利恒城，他将骑着驴作为王进入耶路撒冷，他亲密的朋友要为30块银币而出卖他。他将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人类，但是上帝要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使他升天回到上帝的右边。将来他要驾着云回来，上帝要给他权柄审判全世界，并要永远作王。2000年前，有一个叫耶稣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一生都应验了众先知在圣经里对弥赛亚的预言。这部影片根据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以及他说过的一些话和做过的一些事。在这部影片里，有一个演员扮演耶稣，其实没有一个人配演耶稣，但是为了让人们了解耶稣的生平，为了让人们能够接受上帝应许的拯救和祝福，所以我们还是拍了这部影片。亲爱的铁阿菲罗，我把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事情按顺序写下来，好使你知道那件事情绝对真实的过程。当凯撒亚古士都是罗马的皇帝，希律是犹太王的时候，上帝派遣天使长加百列到拿撒勒城的一位叫玛利亚的童贞女那里去。不要怕，玛利亚，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怎么可能呢？我还是个童贞女。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因此所要生的婴孩将要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子，他的国度没有穷尽。玛利亚动身前往犹大城拜访他的亲戚伊丽莎伯，常年不孕的伊丽莎伯也怀了孕。伊丽莎白，玛利亚，玛利亚，你在女子中是最有福的，你所怀的胎儿也是有福的。我一听到你问安的声音，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拿撒勒的百姓注意了，凯撒亚古士都下令对臣属地区加利利和犹太进行人口普查，众人必须在自己的祖籍地区进行登记。
于是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和玛利亚一起到犹太的伯利恒去登记。伯利恒的客店全被住满了，他们只能住在一个简陋的马棚里。在这一带的荒野里，有一些牧羊人在夜间看守羊群，上帝的使者向他们显现，上帝的荣光照耀着他们。今天你们的救主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棚里诞生了，他就是主基督。牧羊人急忙去寻找救主，就看见了在马槽中躺着的新生婴孩，他们就开始传播救主诞生的好消息。所有关于救主的好消息又叫福音。第八天，按照犹太人的规矩给婴孩实行割礼，并且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诞生一个多月后，约瑟和玛利亚带他到耶路撒冷，把他献给上帝。在圣殿中有一位善良和虔诚的人，名叫西面。圣灵告诉他，在他离世前必定会见到耶稣。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语让你的仆人安然离去了。因为我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这孩子是你所拣选的，愿上帝祝福你们。约瑟和玛利亚按照摩西的律法办完了一切事，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到了纳撒勒。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带他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回家的路上，约瑟和玛利亚以为耶稣在同行的人中间，却不知他留在了耶路撒冷。一天后，他们发现耶稣不见了，就回去找他。过了三天，他们在圣殿中找到耶稣，他正坐在一群老师和长者中间。哦，这是谁的孩子？这么有智慧？他从拿撒勒来，我们以为他和我们一起走了，请原谅他的打扰。所有在场的人都稀奇耶稣聪明的应对。我儿，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父亲和我找不到你，心里很焦急。你们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不知道我应当关心我天父的事吗？耶稣同他们回到纳撒勒，他的智慧、身量，并上帝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一起增长。提皮留皇帝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以及亚拿和该亚法做犹太大祭司的时候，伊丽莎伯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上帝的话临到了他，他就来到约旦河那一带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到赦免。离弃你们的罪，接受洗礼，上帝将赦免你们的罪。这正是上帝的先知耶赛亚所说的，在旷野里有人喊着说，预备好主的道路，修直他所要行走的路，一切山谷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曲的道路要修直，高低的道路要铺平，
全人类都将看见上帝的救恩。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你这虚伪的人呐，你要我们怎么办？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悔改？如果有两件衣服的，要分一件给没有衣服的人，有食物的也要分给他人。老师，我们是收税的，该怎么做呢？除了规定的数目，不要多收。那我们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不要敲诈勒索，强取钱财，不要去冤枉别人，要满足于你现有的。告诉我们，你是基督吗？我要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比我更伟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系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要用簸箕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进粮仓，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形状像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大约在30岁的时候开始传道，他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经历魔鬼40天的试探。在这40天里，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吃。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把这石头变成食物吧。”经上记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上帝所说的一切话。魔鬼又领耶稣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你若在我面前下拜，以我为主，我就把这一切的权柄和荣华都给你，因为这一切已经交付我了，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圣经上记载，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耶稣到耶路撒冷，让他站在圣殿的顶上。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因为圣经说，主会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受伤。圣经说，你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你好。你好。在安息日，耶稣照平常的习惯进了会堂。有人叫他念先知以赛亚书上的一段经文。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指定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主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并派我来宣告主拯救他百姓的时候已经来临。他说得好。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这已经应验了吗？只有弥赛亚才能应验这个预言。怎么知道应验了？你们会引用这句俗语说，医生医治自己吧。你们还会对我说，你在加百农城所做的事情也当在自己的家乡执行。我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受欢迎。急着这些话，耶稣宣告自己是上帝所拣选的弥赛亚，是上帝差来拯救世人的救主。然而这些犹太人却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甚至要把他推下山崖。可是耶稣却穿过人群离开了他们。耶稣来到加利利的加百农城。此时犹太举国上下都饱受罗马人的侵略，犹太人民渴望弥赛亚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愿你平安。老师平安。弟们，我能上你的船吗？当然可以。他不会离开吧？给我们讲道吧。讲道吧。耶稣，请教导我们。从前有两个人，他们在圣殿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收税的。那个法利赛人独自一人站着祷告说，上帝呀，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那样贪婪，心存诡诈淫乱。我还要感谢你，因为我不像站在那边的那个收税的。我每星期进食两次，我所得的都奉献十分之一给你。然而那个收税的却站得远远的，不敢抬头看天。他只是痛悔地捶胸说，上帝呀，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要告诉你们，在他们当中，上帝要赦免的是那个收税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谦卑自己的必升为高。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你和你的同伴下网打鱼吧。哦，我的老师，你知道我们忙了一夜却一无所获。
但照你所说的，我这就去下网。雅各，约翰，哎，雅各，约翰，快划过来，快来帮帮忙，快，快来！不行啊，快一点，我已经装满了。不，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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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你们当就近我，留心听我的话，就必得生命。当趁上帝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他靠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恶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恶念，归向上帝，他就必怜悯赦免你们，你们必欢欢喜喜出去，平平安安得引导。他来了，他在这儿，看。耶稣，耶稣，求求你救救我的独生女吧，可怜可怜她吧，她才12岁，却快要死了，求求你去看看她吧。亚鲁，很不幸，耶稣，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再麻烦老师了。不要怕，只要信你女儿就必得救。你们不要哭了，他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孩子，起来吧。这事儿告诉别人。这时以后，耶稣看见一个名叫马太的收税官在收税。走。
耶稣来到山上，在那里他整夜地向上帝祷告。天亮以后，他叫门徒过来，从中选出十二个人做使徒，他们就是西门，耶稣又称他为彼得，他的兄弟安德烈、雅各、约翰、菲利、巴德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徒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后来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得饱足；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欢笑。为了我的缘故，人们仇视、弃绝、侮辱你们，并毁谤你们是邪恶的，你们就有大福了。那时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先也是这样恶待众先知的。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就是我所有的钱了。什么？怎么只有这么一点？你们现在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过够好日子了。他不喜欢钱，简直是疯了。你们嬉笑的人也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痛哭。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先也是这样对待假先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要善待恨你的人，咒诅你的祝福他，凌辱你的为他祷告。如果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也让他打。有人拿走你的外衣，那连里面的那件也让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拿去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如果你愿意人们怎样待你，你就该怎样待人。你如果只是爱那些爱你的人，为何上帝要祝福你呢？连罪人也是这样。如果你只善待那些善待你的人，为何上帝要祝福你呢？连罪人也是这样。他怎么能摸他呢？他怎么可以和他说话？真讨厌。
爱你的仇敌，要善待他们，借给人就不要指望收回，这样你的赏赐就大了。你也要做至高上帝的孩子，因上帝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人，你要仁慈，像你的天父那样仁慈。耶稣救救我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不定人的罪你就不会被定罪。饶恕人，上帝就必饶恕你。主啊，领我们走你的路。如果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因为你给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瞎子不能给瞎子带路，否则他们都会掉到坑里。你为什么只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梁木呢？老师，教教我吧。主啊，我们需要你。生你养你的母亲多么有福气啊。但是那些遵行上帝话语的人会更有福。我想认识这个人。依你看他会是弥赛亚吗？这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和他共进晚餐，耶稣就去他家里做客。好了，孩子们去玩吧，听见了吗？去吧。他们很淘气，但却是好孩子。他来这儿干什么？我不知道。真是先知，他应该知道摸他的这个女人是谁。也该知道他是个有罪的人。西门，我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有两个人都欠一个债主的钱，一个欠50两银子，另一个欠5两银子。他们两人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免了他们的债。谁会更爱这个债主呢？是那个欠债多的，因为他得到的赦免多。你说的对。你看这个女人，我到你家，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但她却用眼泪为我洗脚，并且用她的头发来擦干。你没有吻我的脸来欢迎我，但从我进来，她就不断地吻我的脚。你没有用橄榄油抹我的头，但她却用香膏抹我的脚。我告诉你，他这更多的爱表明他得到了更多的赦免，但那得到赦免少的，所表达的爱也就少。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对他亵渎上帝了，你的信心就平安的去吧。耶稣四处周游，宣讲上帝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使徒，还有一些曾被鬼附或患病，后来被耶稣救治的妇女。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西律的管家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和苏珊娜。
那时，由罗马指派管理加利利的西律王因娶了自己的弟媳，被施洗约翰谴责，就把他关进监牢。怎么样？当我们到拿因城门时，遇到一个出殡的队伍，死者是一位寡妇的独生子。耶稣看着那位寡妇，心里就充满了怜悯。他低头看着死者说道：“年轻人，起来。”那死人就坐了起来。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问他说：“你是约翰所说将要来的那一位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老师，老师，施洗约翰叫我们来打听，你是将要来的那一位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把你们所见所闻的告诉约翰。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行走，对我不疑惑的人该多么高兴啊！坐在我的肩上，看见了吗？我看见耶稣了。有一个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些种子落在路旁，被人践踏了，有一些被飞鸟吃掉了，有些落在石头地上，发芽不久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水分的滋润，有一些落在荆棘里，幼苗和荆棘一起生长，禾苗被挤死了。有些落在沃土里，生长起来开花结果，皆是百倍。老师，众人听到的时候，你为什么总用比喻呢？上帝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来讲，叫他们看见却看不懂，听见却听不明白。刚才的比喻就是说，种子就是上帝的道，落在路旁的种子如同人听了道，魔鬼随即把道从他们心里夺走，使他们不能信上帝，以至于不能得救。落在石头上的种子代表人听了道就乐意接受了，然而没有根，只是暂时的相信，一旦遇到试炼和考验就退缩了。落在荆棘里的种子代表人听了道，但是却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和享乐挤住了，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落在沃土里的种子代表人听了道就用诚实善良的心来遵守，以致结出许多成熟的籽粒来。没有人点了灯然后用器皿盖住，或者把灯放在床底下，总是把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能看到亮光。任何掩盖的事总是会被张扬出来的，任何隐藏的事也会被显露出来，为人所知。你们应当留心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更多，凡是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那一点也要全部夺去。老师，你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面，他们想要见你。听了道又遵行的人，那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了。有一天，
耶稣和门徒上了一条船，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湖那边去吧。船在航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加大拉，耶稣至高上帝的儿子，你要把我怎么样？求求你不要惩罚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群，求你别让我们进入无底深渊，让我们进到猪群里去吧。哪里去，请让我跟随你回家吧，告诉众人上帝如何救了你。老师，叫大家散开吧。
这样他们好到附近的村庄去吃饭借宿，因为这里是偏僻的郊外。你们给他们东西吃吧。您看看，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主啊，我们的上帝，天地万物的主，感谢你使大地出产粮食。这真是奇迹，太不可思议了。众人说我是谁？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先知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古代的先知，现在复活了。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你是弥赛亚。不要把这事儿告诉人。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人弃绝，甚至会被钉死。但是第三天必将复活。How clearly the sky reveals God's glory.Is it to the following day? Each night repeats it to the next. 你们有谁要跟随我？我要跟随你，老师。但是让我先和家里人告别。任何手扶着离向后看的人都不适合进入上帝的国。任何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弃自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必丧失生命；凡为我牺牲生命的，就必得这生命。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何益处呢？如果有人以我和我的道为耻，人子在自己以及天父和众天使的荣耀中降临时，也要以那个人为耻。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人会在有生之年看见上帝的国。后来，耶稣带着约翰、雅各和彼得上山去祷告。
正在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貌改变了，他的衣服也洁白放光。突然有两个人和耶稣谈话，他们是在荣光里显现的先知摩西和以利亚。你将完成上帝的使命，你将死在耶路撒冷。在他们要离开时，彼得对耶稣说：老师，我们能够在这里真好啊，可以搭三个帐篷，一个给你，一个给摩西。彼得正说话时，一个给以利亚。一片云彩遮盖了他们，门徒很害怕。云彩里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老师，老师，求你看看我的儿子吧，救救他吧，救救他吧！他是我的独生子，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但是他们做不到。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到几时呢？带你儿子过来。教我们祷告吧，像约翰教他的门徒那样。祷告是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会给你们开门。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凡寻找的就必找到，凡叩门的就必会为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会在儿子要鱼的时候给他毒蛇，要鸡蛋的时候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服。你们看看飞鸟，它们既不种也不收，既无仓也无库，上帝还养活它们。何况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了。你们当中又有谁能靠忧虑多活几天呢？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为何还忧虑其他的事呢？你们看百合花是怎么生长的，它们不劳作也不纺织，但是所罗门王最荣华时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野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会被丢进火里给烧了，上帝还这样装饰他们，更何况你们呢？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你们的信心若像一粒芥菜种那样大，就是对着桑树说，连根拔起种到海里去，他也必听从你们。是免不了的，但是带来试探的人他就有祸了，倒不如把墨石拴在这人的脖子上，然后丢到海里去，这样都比他活着却使一个最卑微的人犯罪还好。上帝的国好像什么呢？他好像一个人拿了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他长成了一棵大树，连天上的飞鸟也在树中筑巢。他说什么我听不懂。你们为什么与收税官和罪人在一起吃喝呢？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要叫义人悔改，乃是要叫罪人悔改。再跟我们讲讲上帝国的事吧，还有什么别的吗？小孩子们不要怕，因为天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要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钱袋，要使自己在天国里是富足的，那里财富用不尽，因为没有人来偷，也没有虫子住。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老夫人，你的病已经痊愈了。看哪，他被治好了，这是神迹呀！看哪，他痊愈了，快来看哪！赞美，归于上帝。18年了，上帝祝福你。我们有6天可以做工，在这6天里都可以治病，但是在安息日却不行。虚伪的人呐，难道你们在安息日不解开被拴在槽上的牛和驴，牵出去饮水吗？何况这女子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岂不更应该在安息日释放他吗？
良善的老师，我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呢？为何称我良善呢？除了上帝，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就是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无辜的人，应当孝敬你的父母。这些诫命我从小就遵守了。还有一件事是你应该做的，就是变卖所有的财产，把钱分给穷人，你就在天上积存财富了，然后来跟随我。但我们是商人，很有钱。富有的人要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富人要进上帝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那谁还能得救呢？人所做不到的事情，上帝能做到。上帝的国到底什么时候来到啊？上帝国的来临不是我们能用肉眼看见的，没有人能说看在那里或在这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来时的那个日子，然而你们却看不见。人子来到的时候，就好像闪电从天这边照到天那边，众人都能看见。但是人子必先受许多苦，而且被这世代的人弃绝。就是天地都废去了，上帝的律法一点一画也绝不改变。我告诉你们，许多先知和君王想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却没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听到。我们该怎么做呢？圣经是怎么说的？你怎么解释呢？务必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们的上帝，要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你说的对，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谁是我的邻居呢？不会是罗马士兵？那罗马的皇帝呢？从前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城去，路上被打劫，强盗打他并剥去了他的衣服就走了。有一位上帝的祭司路过，看见那被劫的人却绕了过去。又有一位侍奉上帝的利未人来到，看见那个被劫的人竟也从另一边绕了过去。但有一位被犹太人歧视的撒玛利亚人路过，看见那被劫的人就心里充满了怜悯，他急忙上前用酒为那人消毒，敷上油包扎好，又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旅店去照顾他。第二天他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嘱咐他照顾被劫的人，并对店主说，其他的一切费用我回来后必定全部付清。在这三个人当中，谁待那个被劫的人像待自己的邻居呢？那个救助他的人。你也照这样做吧。让小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上帝国的子民就像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不像小孩子那样接受上帝国的人，就不能进去。奉我的名去接待这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我来的天父。你们当中最小的，就是最大的。什么事？怎么回事啊？拿撒勒人耶稣正经过。耶稣！
耶稣，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我要能看见。看见吧，你的信心救了你。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总是有成群的人想要见他，人们请求他指出得救的路，并且告诉他们更多关于上帝国度的事。这个人的确是位先知，我的主老师，救救我吧。他是个收税的。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我家里？他竟然要住罗马走狗的家。撒该怎么会认识耶稣？听我说，我要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以前我要是讹诈了谁，就一定要按四倍赔偿。我才不相信呢，一个收税的还能交还他多收的税金？不可能。今天救恩来到了这个家，因为这个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听我说，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关于人子的一切事都要实现。人子将要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他要遭鞭打，被杀害。但是第三日他要复活。为拯救世人脱离罪和死亡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往耶路撒冷去。许多人因耶稣的到来而欢喜，他们宣告耶稣为王。叫你的门徒安静点儿。我告诉你，若他们不欢呼，这些石头也要欢呼起来。天上有平安，至高处有荣耀。
今天巴不得你能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但你却看不明白，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营垒，把你四面团团围困，又要毁灭你和你当中的儿女。那时候就连一块石头也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没认出上帝眷顾你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变成了一个市场，而不再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写着，我的殿是祷告的殿，而你们却把圣殿变成个贼窝。他向我的圣所奔去了，拦住他，拦住他！我听说这里有许多人已经称他为王了。王？乞丐、娼妓和盗贼的王八，我们见过这种人，他们来了提出主张又走了，过后就被人遗忘了。醒醒吧，没看到他的信徒与日俱增吗？众人都赞赏他，还以他为王。我现在警告你们，假如这个人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我就要你们负责。也许他是对的，我们该去质问这个加利利人。这群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越受耶稣的谴责，就越反对他，而跟随他的犹太人也越发增多。耶稣在圣殿里看到一个穷寡妇把两个小钱奉献给上帝。捐献太少了，你不能多奉献点？我告诉你们，这穷寡妇奉献的比众人都多，因为其他人都很富足，他们从剩余的钱财里拿出一部分来奉献，但是这位寡妇却把她一切养生的都奉献给上帝了。你说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谁给你的这种权柄？我也问你们一个问题，约翰施洗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还是从人来的？该怎么回答呢？我们若说从上帝来的，那他会说为何不相信约翰呢？我们若说从人来的，众人会用石头打我们，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是凭什么说这些？从前有一个人建了一座葡萄园，把它租出去以后就出远门了。到了要收葡萄的时候，他派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他应得的那份。那些园户竟然打了那个仆人，叫他空手而回。园主又派另一个仆人去，
袁护把这个仆人也打了一顿，凌辱了他，也叫他空手而回。袁主打发第三个仆人去，袁护打伤他以后把他赶走了。葡萄园主自问，我该怎么办呢？对了，我可以打发我的爱子去，他们应该会尊重他。不料袁护看见袁主的儿子以后，彼此商议，这是袁主的儿子，我们杀了他就可以占有他的产业了。接着讲吧。于是袁护把他推出葡萄园，杀了他。葡萄园主该怎样处置这些恶人呢？他一定会把这些园户杀掉，然后把园子租给别人。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块石头上的必然被摔成碎块，那块石头掉在谁身上也要把谁砸得粉碎。老师，我们知道你所说所教的都是对的，我们也知道你待人公平，不讲情面，你只照着真理讲上帝的道。告诉我们，我们纳税给罗马皇帝是否违反我们自己的律法呢？主啊，小心，这是个圈套。拿枚银币给我看。这是谁的像，谁的名号？凯撒。那就把凯撒的东西归还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归还给上帝。你还有什么话说？无教节，也就是逾越节快要到了。耶稣派西门、彼得和约翰去准备逾越节的晚餐。我很想在受害以前和你们一起吃着逾越节的晚餐。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晚餐，直到它的意义完全成就在上帝的国里。上帝，你是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感谢你使葡萄藤结出果实来。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今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上帝的国来临。上帝，你这天地万物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你使土地出产五谷。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看哪，那出卖我的人正和我同桌。人子固然要按照上帝所预定的受死，但是那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是我吗？会做这种事？主啊，是谁呢？肯定不是，肯定不是我吧？问问主，他说的是谁？你们当中最大的应当像最小的，
为首的倒要像仆人，坐席的贵宾和服侍的人之间，谁更大呢？当然是坐席的贵宾。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人，你们曾和我经历所有的磨练，父怎样把统治的权柄赐给我，我也照样赐给你们。你们要在我的国里和我同桌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就没有叛徒了。西门，西门，听着，撒旦设法要试探你们，好叫你们失去信心，他要筛你们如同筛麦子一样。但我以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等你回头以后就要兼顾你的弟兄。主，我跟你一起坐牢都愿意，甚至愿意一起去死。彼得，我告诉你，今天在鸡叫之前你将会三次不认我。我差你们出去没带钱囊口袋，你们缺什么吗？没有，一无所缺。但如今有钱囊口袋的都可以带着，没有刀的人要卖掉衣服买把刀。我告诉你们，圣经上写着说他将要被判在罪犯之中，圣经上关于我的预言必要成就。主啊，看这儿有两把刀。这就够了。犹太公会里的长老们开会，讨论如何铲除耶稣。撒旦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中的一个。犹大与长老密谋要捉拿耶稣。耶稣离开耶路撒冷，上橄榄山去祷告。你们要精心祷告，免得受了迷惑。犹大为了区区三十块银币就出卖了耶稣。耶稣知道自己为了把人类从罪中救赎出来而献出生命的时刻就要来临了，于是他祷告说：天父啊，如果你愿意，就把这苦杯拿走吧，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您的。一位天使显现，为他加添力量。耶稣的汗珠如同一滴滴的血落在地上。你们为何睡着了？起来祷告，免得你们陷入试探。
亲吻慰安号来出卖人子吗？主啊，我们能用刀吗？来，逮捕他！够了，够了！真是奇迹啊！你们带着刀棒来，把我当作强盗捉拿吗？我天天跟你们在圣殿里，你们并没有下手抓我，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也是黑暗掌权的时候了。逮捕他！看好他！士兵把耶稣带到一个院子里，嘲笑他是犹太人的王，并戏弄他。这可是王穿的外袍啊！说个预言听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陛下，你要拯救我们吗？你要如何救我们呢？他是和耶稣一伙的。告诉你，我不认识他。我见过他们在一起。我们是你卑贱的仆人。在人之下的感觉如何呀？你是跟他们一伙的？不，我不是。我肯定他是和耶稣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滚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耶稣转过身看着彼得，于是彼得想起了主对他说过的话：今天在鸡叫之前，你会三次说不认识我。主啊，我们祈求你，按着你的大能成就你的旨意吧。虽然我们的祖先违背了你，你仍赦免了他们。你在怒气中也不毁灭他们，因为你爱他们，你是信实，你信守与他们立过的约，所以你宽恕了他们。是谁打你？说预言吧，下一个打你的是谁？住手！听见没有？把他带到公会去。走。宗教公会的长老们聚集在一起审问耶稣。
告诉我们，你是弥赛亚吗？就算告诉你们，你们也不相信。我就是问你们，你们也不会回答我。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至高全能上帝的右边了。那你是上帝的儿子？是，你说的对。那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你有没有意见？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大家可听见他现在证据已经够多了？你有没有意见？我们亲耳听见他亵渎神。带他去见别拉多。把他拉住！对，拉多，把他带走。耶稣带到本丢比拉多面前，他是全罗马最凶恶的地方官，曾把几千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这一大清早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吗？这个人他诱惑煽动百姓，在圣殿的集市上引起骚乱，该怎样惩罚他呢？定他死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一点也没有。我们查出他有罪，他告诉百姓不要向罗马皇帝纳税，还说自己是弥赛亚，是王。王？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说得对。他先在加利利，现在到这里来了。在加利利？这个人是加利利人吗？既然如此，就让西律处置他吧。西律应该还在耶路撒冷吧？带他去见西律。你说你到底是谁？你的门徒是些什么人？很多人说你会行神迹，行给我看看。大人，他一直在腐蚀人心，他称自己为王。这个人是王？尊贵的陛下，狠狠地揍他。带他回比拉多那里，这地方归他管。这个人没有做过犯死罪的事情。把他打一顿，然后就可以放了。
在逾越节，你必须照例释放一个囚犯给我们。那就释放巴拉巴。对，除掉这个人。对，释放巴拉巴。把他钉十字架。喊叫，要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此，比拉多给耶稣判处了死刑，把那个因作乱杀人而囚在狱中的巴拉巴释放了，又把耶稣交给士兵去钉在十字架上。退后！退后！往后退！退后！滚开！离他远点！去打路，叫你滚就滚，起来，起来，你叫什么？我是古林奈人西门，你过来，砍断绳子。十字架，快点走！好好，好好，别碰他！让开，别挡路！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泣，你们要为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泣。这事既然能发生在树木青翠时，树木枯干时又会如何呢？愿上帝帮助你，我们为你祈祷。前走，快点走！
快点！拯救自己吧，如果你是弥赛亚就拯救自己吧，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为我们行一个神迹吧。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左右两边各钉着一个强盗，这就应验了先知在几百年前所预言的，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你们看，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哎，放手，别撕坏了，我跟你说。咱们来抽签。没有，没有，没有，这么多，绝对是我的。六，不可能，不可能。哦，你这小子真走运，你赢了。你打算怎么处理这衣服？在耶稣头的上方钉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你如果是犹太人的王，就救救自己吧。在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你不怕上帝吗？他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但
他和你受到了同样的刑罚。耶稣，在你做王后，求你记得我。我答应你，今天你要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当时正值中午，但是黑暗却笼罩着整个大地，直到下午三点。圣殿里通向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父王，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了。当军官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就将荣耀归给上帝。荣耀归于上帝，这人真是一个义人。亚利马太人约瑟是宗教公会里一位正直的成员，他不赞同这种恶行。他从本丢比拉多那里得到许可，将耶稣的遗体在太阳落山安息日开始之前安放在一座坟墓里。我们买了香料和膏药来膏抹主的身体。我可以帮忙，但要快走，安息日马上就要到了。星期日一大早，这些妇女就带着她们准备好的香料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她们发现挡住坟墓入口的石头被滚开了，她们进入坟墓后竟然发现主耶稣的遗体不见了。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
当记得他在加利利时对你们说过的话，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听着，坟墓入口的石头被滚开了，我们进了坟墓，我们主的遗体竟然不见了。什么？主的遗体不见了？两个天使向我们显现，他们全身发光，好像太阳。他们对我们说，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呢？这是真的。相信我们，相信我们。我们看见了天使，可坟墓是空的，我们的主不见了。彼得，你一定要相信我们。却已经复活了，主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没有认出他，但他拜饼时我们就认出他了。皮马鲁斯，他怎么会到那儿去呢？愿你们平安。你们为何愁烦呢？心中为何有这些疑惑呢？看看我的手和我的脚，就会知道真的是我了。摸摸我，你们就知道了。魂是无骨无肉的，但你们看，我是有的。这正是我从前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说的，摩西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载关于我的一切话都必要完全应验。圣经上预言弥赛亚必要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和赦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万国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将我父所承诺的赐给你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愿主赐福保守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先知很早以前就在圣经里写明，上帝要派弥赛亚来拯救罪人，使他们与上帝和好。耶稣的生平清楚地表明，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救主。先知以赛亚在圣经里写道，
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这就在耶稣身上应验了。上帝的能力使童贞女玛利亚怀孕了，她就生下了耶稣。正如圣经里的记载，童贞女怀孕生子的这个奇迹是上帝给的一个记号，好叫人们知道这个婴孩就是弥赛亚，他是上帝的儿子。人们看到耶稣，就看到了上帝的形象和能力。耶稣赦免人的罪，医治病人，拯救人，使他们能进入他永恒的国度。耶稣献出自己的生命，替全人类承受罪的刑罚。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势。耶稣说：“我有权柄舍弃我的生命，也有权柄把它拿回来。”耶稣的生平正和众先知在圣经里对弥赛亚的描述一样。的确，耶稣是上帝的道，通过耶稣，上帝向这个世界显明他自己。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起初，上帝创造人，好使他们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上帝面前。但是人不听从上帝，违背上帝的命令，就犯了罪，罪就把人和上帝分开了。圣经里写道，所有的人都犯了罪，罪的结果就是死，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罪人不能活在上帝的面前。正如上帝预备了一只公山羊替亚伯拉罕的儿子死，上帝同样派他的独生子替亚当的后代死。他这样做，好使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能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使徒彼得说，众先知所说的就是耶稣，他们说，凡相信他的人，上帝必赦免他们的罪。因此，凡相信耶稣、跟从他的人，就会逃脱地狱的刑罚，并且能够在天国里和上帝永远地在一起。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对跟从他的门徒说，要奉我的名到世界各地向人们宣告，凡认罪悔改归向我的人，上帝必赦免他的罪。耶稣还说，他要派圣灵来和跟从他的人在一起，教导他们真理，给他们能力，使他们能够遵行上帝的道。当一个犯罪的女子承认她的罪，开始跟从耶稣时，耶稣对她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因为你相信我，所以你得救了。耶稣说，当一个人真的相信上帝，说明他的罪已经被上帝赦免了。耶稣叫人跟从他。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后临死前，旁边的一个罪犯信了耶稣，并且求耶稣救他。耶稣回答说，今天你必定和我一起在乐园里。凡愿意跟从耶稣的人，可以用下面的祷告来开始恢复和上帝亲密美好的关系。上帝啊，你是公义的，谢谢你爱我。我违背你的命令，犯罪得罪了你，我很难过。谢谢你派你的儿子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后来从死里复活。谢谢你让耶稣为我所犯的罪替我受刑罚。我愿意跟从你的道，我愿意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和我的主。谢谢你赦免了我的罪，让我能够和你永远在一起。我求你赐给我你的圣灵，和我在一起，向我显明你的道。求圣灵给我能力，使我能全心全意地爱你，使我的生命蒙你喜悦。愿世界各地的人都来赞美你。阿们。耶稣谈到跟从他的人说，我的羊知道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跟从耶稣的人每天都和耶稣谈心，学习耶稣在圣经里的话，他们学习耶稣的榜样，和其他跟从耶稣的人聚集在一起，还告诉别人耶稣是谁和耶稣怎样救人。耶稣升天回到自己的宝座前曾说，上帝已经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我。你们要确实地知道，
我总和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跟从耶稣的人应该牢记耶稣的这个应许。